Hello, 我是阿莎。那很高兴，就是这几个礼拜跟大家当同学。不过，再过几个礼拜我也要去英国了，我要去伦敦。那如果大家要环欧的话，就来找我啊。那谢谢大家，就是这几个礼拜的互相学习和照顾。嗯，好，拜拜。